在农村，你们有没有那种乱办酒席的亲戚？这个视频告诉你他们的操作到底有多离谱。阿成，来我家吃席嘞。哟，二哥，你要办什么酒啊？哎呀，你过来就知道了嘛，就是叫上阿波嘞。行嘛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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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哎，张奶，这二哥家办了什么酒啊？乔迁之喜呀！哟，是在城里买房了吗？没有，就在我们村里。能带我去看看吗？走，我带你去。张奶，这不是租界吗？是啊，但是小二想搬来这里住两天，所以就办个酒。阿成，有空没啊？有空啊。我家今天又办酒了，快点过来吃饭啊。我记得你家不是刚办酒吗？怎么又办啊？我上岸了，不陪你们玩了。哟，可以嘞，哥，等一下我马上过来。好嘞好嘞。恭喜啊恭喜啊，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。恭喜恭喜恭喜。哎，那是开心的很吧。阿成，怎么没有看到爱国的婆娘啊？我也没看到啊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女士先生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妻子，是她陪我度过了我最难熬的日子，从以前的身无分文到现在我们的不离不弃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贤妻扶我青云志，我凡贤妻万两金，只要她对我不离不弃，我必对她生死相依。爱国，怎么没看到你婆娘啊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我婆娘吗？因为还没发货。